姐姐夫买的鸡蛋，这不看着挺好的？掰开看看。嗯。算了姐，起码姐夫买的电动剃须刀挺好，就是有点儿。哎呦我的妈！明人名言惯例，话在家里可以彰显自身品味。宁欺山有虎，别去迷之山。男人膝下有小腿，背井离乡穿村坑。生活需要我反复捶打，肉食精变得尽早开牙。安得广厦千万间，老子生物当神仙。我还以为抢了送苹果15，哇，还是15 Pro 呢。哎，这是个什么线？给咱爸买的手榴弹酒，看着逼真的设计，瓶口精选尊贵，拉下拉环即可倒酒。你自己看看，给孩子买这么多点。姐，姐夫买的这不是葫芦？葫芦爷？爷。哎，算了姐，起码姐夫买的鸡蛋看着还挺好的。我怎么以为墙头钢化膜？卖家说了，钢化膜特别结实，绝对不会碎。哦吼，不碎了吗？它不应该呀，看见没，这个是皮儿，膜没碎。你买个墨镜来是吗？姐，这个墨镜有活动，压上半价。啊？再给一次机会，长钟钟，只要用了这个钟，每天就比别人多两个小时。一个月就比别人多活两天。不要你离开。你看看你买这扫把。姐，姐夫买这扫把看着挺好。好家伙，这不三毛吗？算了姐，起码姐夫买的大米我吃的口感挺好。嗯。哎呦我的妈。可是那一句。这个真有用，平常走路的时候累了的时候我就这么做。自动的，自动的，我们就对了姐，常常我特意给你买的 MC 五克蛋白酸奶，看着意式满满的高脚杯设计，圣诞节用来招待朋友正合适。嗯，人家外好浓呀。冰箱里还有，姐夫要吃自己去拿。啊！帮我拿一下，我已经准备礼物了。机械手表，这礼物不便宜吧，姐夫？我还给你买了条裙子，特别显瘦。自己看看这买什么橘子。姐，姐夫买的橘子是不是挺好的吗？掰开看看。算了姐，起码姐夫买的蛋卷我吃着挺好。人中黄。我的妈！放下！我公司插座不能防雨，有安全隐患，比如说它无论再大的雨都能防。还真不错哎，姐夫，家里怎么可能下雨？别发呆，看我做什么。花盆，你不是最近养花吗？送你。哎呀！啊？买这花盆什么意思？快过来吧，宝贝。再提机会，动画电影。哎，给我也看看。童话里，你。啊？怎么他们四个人的王子是同一个男的？你哭着对我说。自己看看，你这买的包什么？姐姐，我买这瓜子是星巴克。好家伙，还是个联名款。算了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袜子还挺合适的。过节的时候总喜欢表明干净，很靠谱，卖家说家庭效果特别好。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了吗，姐子？你清高，你了不起。现在压成这么贵，一百就能做你画套了。哎，我可没花多少钱。现在绝味鸭脖有活动，原来100元的招牌鸭舌，现在58就够了，而且没有防腐剂，都是当天卤制，新鲜饱满。这个头也太大了吧！你还真过瘾。过年摆桌子肯定倍儿有面子。那我你怎么回事？过年的东西我也买了。啊！门神贴看着多霸气。我这里，我这里有活动。什么活动？人家这个满1000张送1张，到手1001张。我说我要给偷偷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姐，姐不买这是减肥吃。白日做梦口服液。好家伙，姐夫这是药里有话呀。哎，算了姐，姐夫不是给你买跑步机了吗？看着还挺靠谱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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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开始吃它吃的特别有意义。但只要有了这个，吃多少重量的肉就得吃多少重量的菜，保证合理饮食。哦吼。哎，这别发呆。晚点吃。看我造型谁哇塞，姐夫合理饮食没这么麻烦，让我姐下个薄荷健康 APP 就行。姐，你的目标是多少，输进去就能生成你的减脂食谱，多靠谱多方便。说到了吧，我还给你买个瘦骨杖。卖家说了，不管多粗的腿穿着立马显瘦，看见没有，是不是比你之前看起来瘦多了？哈哈哈，除非不能衰弱吧。危险！对呀，姐夫，我吃饱了。爸爸喂！不是呢！哎，姐夫，快喝口水！你在怀疑，你在叹息，你在去。好，姐夫，带我去一脸水。这自由是没能接得上话啊，少爷你们这么差钱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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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功能二，迎宾模式。当检测到周围有人靠近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开启迎宾模式。是你拉屎的吧？功能三，自动烘干。当我们上完厕所，就点开这个自动烘干功能。家人们谁懂啊，相亲对象来家里做客，姐夫竟然在和人家吹嘘他买这个马桶。真的不信我演示给你看。小马同学，我要上厕所。男的主人，你来你妈呀，我还在马桶上呢，快停下来。小马同学，我还在马桶。我们的爱情就像一个击杀，你真的不牵挂，还坐上了他的。你看你买了下什么电视。姐，姐夫买的这不是大佬 SOD 吗？好家伙，再塔完怕是得进去呢。哎，人这个版本扫码有惊喜。哦吼！哎，还真有。算了，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手套上挺好的，还是买五送一的。他绝对是玩强的宝贝，而且还是零元抢的。你看，你好，苏仁投快递。哎，悸动人心的时刻，传说中零元的宝贝。漂亮，他真买到了，这就叫咸鱼翻身。你好先生，货到付款，一共290。啊，不是。打招人气。哦吼。平常我们一只手打招呼可能显得没那么热情，但是只要有了这个，就能同时用六只手给你打招呼，显得特别热情。嗨，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。你看，你买像什么苹果？姐，姐夫买的苹果还挺好的，还有旁边。买别人撕下来看看。哎。算了姐，起码姐夫买的剁椒鱼饭挺好的，不想做菜的时候饿一下。好我已经买了个扣子服。你不是一直想扣子送你了吗？他已经买了个扣子马甲。你怎么知道马甲里面是兔子？我都问商家了，是长耳动物，不是兔子还能是什么？哎呦我的妈。原先我与我生气。对，你告诉我奶奶先买这些。我拿我工资买的。少来，你也不能连吃饭都不够。看不起谁呢？我早就在赶集市招商号里新工作，上面都是真实企业执照的好工作，而且还都是实名认过的靠谱企业一家，可靠又方便。那你也得知道省钱呀。哎呀，我省钱了，这趟茶几原价99，我赢了你抢的，就是需要自己组装。你组装茶杯，我组装茶壶，看咱俩谁组装。什么全世界的猫？姐，你看你这买什么花椒油？姐，这花椒油这不挺好，还是大容量的。你把它倒过来看看。怎么变少了？算了姐，起码姐夫买的球鞋挺好，还是 AJ 的。嗯，哎，这 logo 怎么有点儿？别发呆。哎，狂飙电视剧！哇，狂飙还是无删减版的。哦吼，看一下午了，哪个是高级？对呀，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呀？王大挺身啊！哎，姐夫，你买的这是狂飙支队。快过来！我还买了。等等，这都有搬家了，你买这么多东西怎么弄？我叫了货拉拉搬家，一会儿车就到了。现在是货拉拉看见搬家季，三十三一起就可以搬新家，还有搬家小哥帮咱们搬，省钱省力又省心。
您别动，让我来。快说这什么？麻辣冷菜肠，一看就很好吃。还有一层包装。哎，怎么辣椒油在包装呢？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继续踩姐夫买的快递。你看看，你这是买的干什么？姐，我买的不是呗。六岁山，好家伙，这不不用通共吗？算了，姐，起码姐夫给我买的泡面，我吃的挺……嗯，老坛子。牛啊，姐夫还是个不粘锅呢。我给你买了锅盒子。啊，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你打他，你买什么？老公，你真好，你这话不让听。姐，那不是姐夫买的，是他从专家领的。哎呀，福利的手摇猫不好玩个好吗？麻烦您给你下一个吧。注册先领个大码，用女方码还能挂机升级，帮你加速领八千和苹果手机呢。我花钱来相信我了，还在网上给你买了份面膜呢。还相信我，而且还抢了个智能音响。哦吼，特别智能。你好，多多，给我唱一首双截棍。我不会。那不是音响。练啥练的？因为你们隔壁是过树怪。不是，你看看你买了什么搓澡巾。姐姐，我买的搓澡巾，看着听。应该错过就不再。算了姐，起码姐夫买这罐茶，我喝着口感听。嗯，老姜泡酒。哎，是不是？我看最近挺你就不想，我特意在网上给你买了个推理本。你不是说快递都拆完了吗？快递拆完了，里面有的东西你是没事。算了吧，正好现在大家都用闲鱼卖鞋子赚钱，你把这些都给我挂闲鱼上，我们2块钱一件包邮，就当给粉丝福利了。你挂什么？我根据那些闲鱼搜索，那拖鞋怎么没挂？这拖鞋挺靠谱的，买一只还送一只。不用买了，我回家让你看，家里还没点鞋子，你给我等着。别生气了，姐，姐夫买东西不靠谱，不代表他卖东西不靠谱。你要结婚了，新郎不是？你自己看，你买的错了。姐，姐夫买的这不是皮卡丘吗？哎，好家伙，记得皮卡丘的吧？算了，姐，起码姐夫买的剪刀看着挺好。嗯？就是有点儿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就是挺靠谱。哦吼！这电视厂长怎么都是副机？哦，对了，直接连接电台也能用，确实不错呀。姐夫，那他的工作范围取决于插排线有多长。我还给你买了1.8米超大裤子。谢谢老板。哎 ，bro， 快过来吧。那天聚会，俗话说，25元买的，让孩子春节在家有事做。我看看姐夫。好饿好饿的一只小老鼠跑过来，小老鼠咬住了小猫的尾巴，小猫咬住了小狗的尾巴，小狗咬住了小猪的尾巴，小猪咬住了小牛的尾巴，小牛又咬住了小老鼠的尾巴，大家一起转啊转，这就没了。